咱放中间。啊，这样行，可以吗？第二组对战，马东杰。看跟谁？看跟谁？马东杰的对手是诗航。哦。你知道他放的那个利拍那个利拍德那个照片啊，来一看他们马小龙跟那个 Zico 啊排里德，对不起，就不经常拍照片，就每一个画面你看马小龙跟以前跟 Zico 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，哎，每次都能回忆到那个时候一起在比赛一起在编舞，全是回忆。嗯。